去之重複，真的很好聽，聽出意外。好啦，跟住嚟咧就係、第十首嘅曲目《花樣夫人》。不善於前政嘅陳後主，戰敗咗之後，出家咗僧人。花樣夫人去過寺廟度探佢，為佢綿羊。咁以下為我哋演出就係、我哋嘅統籌之一嘅朱麗君小姐，同埋陳巧笑小姐，兩位分別為我哋演繹嘅花蕊夫人，有請兩位。
Thank you.
中国沉重，三千。